8000人，现在只有13000人不到，对，我们这样的社会公共安全吗？消防员的工时一个月有多少？我们每个人消防人员一个月的工时高达360到480小时，这是人干的吗？台湾目前需要长期照护的人口达78万人，那各位知不知道目前根据政府的规划的长照人力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人？只有6万人，想问大家，请问6万人到底要怎么照顾78万人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当政府哦把这个长期照顾的责任全部丢给个别家庭和外籍看护去承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许多的外籍看护工平均工时长达17个小时，超过一半以上的家庭看护工3年来从来都没有休过假。哦，那不论是这样的血汗的肠道的状况，不论是家庭照顾者本身或是外籍看护工，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是非常大的负荷。转向了资源整并以及退场。今年的高校创新转型条例就是一个，它让私校不只可以变卖校产、独立董事，它连老师都可以变卖，它连老师都可以转借给企业去使用。这样子校产当资产的行为真的是很可耻。是我们的存在感，是我们的尊严。如果我的不男不女会影响客户的和同事的关系，那应该改变的是客户的脑袋，应该改变的是同事的观念。不可以用老板你脑子里面的性别刻板印象来要求我服从。这个就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我们人民的血汗钱。我们在一个低薪非典聘雇，学生背了大量的学贷，毕业之后可以找的什么工作？一个是22K左右的工作，把血汗钱存进小猪，希望给你蔡英文。对我们来说，这个小猪是人民的血汗钱，但是破开里面是什么？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恶劣的政策。放任教育全收民，放任教育全收民，放任劳工放任劳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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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任劳工放任